有个笑话，在西人教室里，老师问小朋友，你的成绩怎么那么好啊？小朋友说，妈妈说了，我是 A 血，不是 B 血。咱们中国娃刚生下来的时候，都说健康快乐就好。但是如果娃长大后只进了一个普通的学校，普通的专业，大部分父母心里都会有些遗憾。特别是华人女性，很容易觉得自己永远做得不够好，对自己特别严格。我想这是中国年这些年都太难了，竞争太强了，形成了我们绝对慕强的文化。而女性在社会和性别的双重压力下，攻击性无法对外，只能对自己。解决方案就是经常告诉自己，你已经够努力了，你不会对你的朋友说的做的，也不要对自己说和做，对自己友好。